OK， 我们配到场了，我们现在来玩团队突袭卡拉里哦。第一场玩这地图，我们玩 G18 好了。然后如果我要玩双 G 是4400嘛，因为一把 AWY 要2200，所以我们等一下，如果 G18 这一局第一回合直接赢了的话，我们接下来就先不要买枪，到第三回合看能不能搞到双 G 来玩，看可不可以，我不确定。那个他就躲在那边，他被打死了。对面楼下有一只，那一只我打不太到。哦，队友直接冲过去，被我抬掉了。他惨了，队友去打他。Nice， good job， 可以耶，第一回合还蛮顺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赚多少钱？我三杀还是两杀吧？看一下，两杀。我们现在1900嘛，再撑一下就可以买狙击了，我们先不买手榴弹，我们用 G18 打整场好了，打到第三回合。我这样子赚1900嘛，那如果这一场再杀两个人，也假设也是1900的话，2918 2123 3800，我就可以先买一把狙嘛。还是先不要买啊，先用 G18 慢慢赚，因为我怕买一把狙要打，其实有点难打。好，再看看啦，先这一场打赢再说，这一场有赚到钱再说。听起来像没有人，有左侧有一只，他发现我了。哎呦，乌兹啊！好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听到我的位置。还有这局没有花钱，下一局应该可以换 A 打 B。现在是3打4哦，可以吗？哎，好像不太行哎，2打4。看一下，一个乌兹，一个汤普森哦。队友没有打算，哎呦 ，Oh nice， 抬到一发，但是对面被敌方给占领了。这边队友残血 ，PS 队友残血哦，左侧救起来了，他发现了，但是太炮了。然后我们的 PR 这边冲了出去，然后 PS 坚持要打前面的人，他没有顾左侧的人有没有要跑上来，然后他就被偷袭死了。对，我就知道，跟我想象的一样。哎，对面还在鞭尸。好，没关系，3400。我思考一下啊 ，AWY 啊，我买一颗手榴弹好了，买一颗手榴弹，买一颗手榴弹，先这样，然后我们 AWY 先把它拿到第一把好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先用手榴弹看能不能炸到人，炸到人捡他枪，要他命，看一下啊 ，AWY 我记得是穿山。子弹嘛，不是穿山子弹，差点讲成穿山甲，穿甲弹啊，穿山甲，被攻杀，78D。我这个位置会被打，来来来，出来啊出来啊，看他出来的意思。这边有一只，哎 ，AK， 队友应该打得赢吧？没打到，好碎哦，队友搞定了 ，nice， 没有东西可以捡了。刚打掉两只吧，啊一只，啊没关系，我们这场有双 AW 呢，终于有钱可以玩了。如果没有杀到人，或者是队友太强啊，就是可能一下4-0，你会没有机会拿买到那个双狙啊。这是为什么我团队突袭不喜欢玩双狙原因，因为根本买不到啊。如果双狙的价钱还便宜的话，我可能会常玩吧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。但因为团队突袭的狙击就是一把就很贵 ，M82B、AW 都很贵，所以变成说你要玩双狙，真的要看点运气。对，就算你很强的话，可是你要赚得到那个钱啊。First blood。 First blood。 你看到这边的人，
OK， 剩最后两只，我下一只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泡掉了，我切枪出问题啊，切枪没有出切好、啊，旁边有人，先救吧，他们要先救，他要先杀死，可以可以，睡哦，这样子一杀，我觉得现在狙击就是之前改版之后啊，就是狙击切的就比较慢嘛，可是98K 还是 98KD 好像倒还好。1000块，留着吧，那差不多。还是我们买一把 G18 好了，可以打一下近战。我队友一把 Max 10跟887，哎、欸，没有看过这种搭配，通常看887配 UMP 吧 ，MP5 之类的，好像没有看到会配 Max， 因为 Max 是新枪，这也没看。哎、欸，对我好像没有看过有人散弹配 Max， 对，要直接冲是不是？这个队友是887跟 XM8 的样子。有人。哎，有人。他死了。敌人在哪？我看到了。还有一只。没看到还有一只在哪里？哎，这边，他没发现我，追不到，他躲回去了。应该会出现，他躲回去了。哈哈哈哈，赶快抢哦，不然队友要把他抢走了、哦，打到一枪。啊，算是这一场算是成功买到双狙击枪哦，真的是，哇，真的你要杀到人，而且又要至少输一两场，我觉得比较容易买到狙击，不然就是可能四回合全部都是你杀的，敌人全部都是你杀的，你要很会抢头，万一队友就是技术没有很烂的话，你又要很会抢头，把队友的头都抢到你身上，你的钱才会够，因为他要4400啊，双狙就要4400，然后你又要买凝胶、买装备什么的，就花一堆钱。那反之的，如果你玩 MP40 或 UMP MP5 嘛 ，MP5 跟 UMP 就还好，因为你 MP5 跟 UMP 打中距离、远距离还算可以，那个伤害，这样七杀助攻二，输出3100啊，啊，算运气还不错，还有买到双狙，来随便玩一下，好，搞定。